那些广告手游到底在玩什么？我操！吕布为什么是机器人？还有他妈的孙悟空！我是被太多的有毒物质给洗礼过了，我突然觉得这一款好像还可以耶。好了，看起来就很猛，哈哈哈！真好玩哇，好游戏！我是不是最近玩的东西太毒了？我现在真心觉得还行。我居然能在这款游戏上体验到还算快乐的感觉。